SKT1 的赛点之战，这个现在他们手握三个赛点啊，范太子终于上了 SKT1 范太西，这边的雄鹰派出了 Sirki 苏永康，永康哥这个左翼上赛季这小强啊，这台戏表现还是不错的啊。苏永康一直作为前锋一个角色，每场比赛经常会第一个出场，今天只藏在后面了吗？今天要终结比赛。国本最近发挥并不是太好，一如既往的那么不稳定啊。能战胜 A 四级选手，也能输给 B 级选手。没错。哎，刚才新手干嘛抖一抖？韩国最近好像非常的冷啊，穿得这么厚。他们只是一个队服，一个 T 恤，外面套了一个那个的棉袄。话说今天这个论坛上面，这个希望广大水友能够多多参与我们的直播讨论贴。今天同样是有高清 OP 卡送出的，我们这边的这个王总已经掐好了秒表啊。这个今天这个最后一场比赛停在哪一秒钟，这个相应数字的这个楼层就是获得高清 OP 卡的这个幸运用户。目前已经一分十秒了，所以就说你110楼以前的全都没机会了。对，这还有悲剧啊，前面的不一定。如果是打到11分零10秒的话，对，如果我们盖楼没有超过1110楼的话，那么110楼110就恭喜你。这个美眉就是他浑然不知，女版陈冠希。听说女版陈冠希是哪里人来着？啊，有一个网络上有个女版陈冠希，大家可以去百度一下。啊，陈冠东，百度就是一个最大的，大家懂的啊。这边直接的二 G D 了。魏双，右下角是一个今天的一个战绩啊。由于是个对点，这个农民要被房子看到，在地图的这个七点钟的方向，五点钟方向，哎，没有吗？看不到。苏永康看到了这个房子转变了一下方向，这下肯定看到了。国本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不过现在知道了这一个地图的对点。这么样来说，苏永康的这个第一个农民啊，应该是上不来了。看他操作有没溜啊，算了，小命要紧。范太西竟然是一个双农民看的，哎，希望范太农民又回来了，看一下你，应该是一个三基地开局吧。看到了，三基地，那满足了，我还能上去吗？算了，没必要上去啊。你看到了二基地就没有必要上去，回去吧。看一下二基地的时间就知道了。大陆区这张地图三矿的比较绕，所以对于虫子来说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的消息。直接放，随便放，找个点位放呀。放左上或右下。我卡，哎呦，差点追死，还是吸血。从中农民会缓慢回血啊，这个血是多少滴我看不到了，10滴是吧？王总四个眼睛果然非常的好视力啊，好眼睛，好眼睛。好吧，准备过年去把眼睛给做了啊，做了啊，只是准备啊，你想开个双眼皮是吧？我本来就双眼皮，再开就四眼皮，开个三眼皮。每次睁开眼睛睡觉，睁开眼睛时候都要使两下劲是吧？这好，去抓这个小狗的。小狗怂了。出门应该抓房子吧？找不到。这波枪兵，你这几个枪兵出压得很远呐，四个枪兵。这逼苏永康出点狗，确实前期不能让你这么好的制造经济。永康左上角躲了农民，应该是还是要开矿。攻防升级的非常的快。范是目前打的是不机械化，范系的不机械化也是让我们记忆深刻啊。继续往前压。对，葫芦娃，葫芦娃。
가만히말이는아유가만히그안만한커맨드를찾았더니有一个妖精，有个千里眼呢，发现那条狗，然后用顺风耳追踪。啊，葛素豪，葛素豪的话，那个范戴西的枪兵就不用再往前压了，得果断的回防，等家里面的这个直接造下了一个 banker。知道这个孙永康肯定是要抱一波狗的，而且来说家里三个兵营，这个兴奋剂的和射程以及一攻正在升级当中。进去一只啊，对，进去一个枪兵。黑龙塔马上就要好了。这块是个是九条飞龙，双控甩飞龙啊！飞龙造的同时呢，家中是要放下了三基地的三矿，他好像是要到右下角去偷三矿，也不叫偷了，就是光正大光明的放。哦，他这个三矿的位置，那肯定选这个主矿矿位。对，反正很远，索性来个远端的三矿。一攻应该马上就要好了，家里 BT 都造了出来。第一时间，孙永康应该是九条飞龙，没有，这边的话五条、八条，有九条的样子，八条飞龙，这个小贩。并没有选择这个一波枪兵啊往前压，他说回防比较好一点，稳重一点。他对自己的枪兵操作不是那么的有信心，怕被吃完之后就再也出不了门了。确实这样，稳一点比较好，扬长避短。有你这个这什么事？这三下四下才甩掉一个，一个 ICV 真是的。搜 P 的多线能力应该是不错的，看他飞龙操作，一攻已经好了，这是位基本功非常扎实的选手，一攻已经好了，那个飞龙这个骚扰的这个力度就要遇到了很大的这些阻力。重组现在只能一把撒过 EV。对，刺蛇塔已经好了。但小贩防得不错啊，这波飞龙真的什么都没赚到。 VS 正在放，待会儿科技球出来就要一波了。那重组这波飞龙没有赚到，那还是很伤的。还行吧，这个毕竟他也没有损失到什么。那这波飞龙应该是能赚到一些东西的，就看自己在家里的经济发展如何了。目前来说三矿已经基本上要好了，还是不行。说哎呦，这被秒了一条，这一攻枪兵确实给力。看这个雷车啊，那要空投雷车吗？你范戴西，你不出雷不出野驴，真是的就不会打听见，不要出门了。这波你不能出去啊！必须得多凑点兵啊！你这个啊，可以可以走可以走，枪兵那还是可以的，还配个火兵，小哥飞龙也没机会包。对，跟家里这些兵再会一下，然后再慢慢的蹭出去。哎，反应还是比较快的。男人好多啊，女人呢？女人怎么少了点？哎呦，还有，哎呦，带走一个女人。本来供需就不平衡，哎呀，哦，这个甩得漂亮，非常的远，极限距离啊，真的是极限到极点。而且三女人多忙碌啊 ！hold 得住 ，hold 得住。hold 得住。hold 得住的话，飞龙是不是应该勾引一下？对，引诱一下。그거에대한수비하는동안오히려김민철선수러커다갖고있고중앙병력잡자한我觉得应该会出个运输机，然后进行一个空投骚扰，比较适合他的一个风格。이렇게되면다섯시점멀티가안전해지겠고요네디파일러를
这是什么建筑啊？三本正在升级当中，没有欲望了，得到了自己的第六个第五个基地了。哎呦，这个农民好惨，这么多狗要冲！哎，啊，这回把人族压制住就不错了，把野驴都打掉了。这小贩不内让啊，苏西刚才干嘛呀？把勒克这勒克阵就相当于一个给你点压力，但球出来之后这些勒克就惨了。哎，包了吗？要包了吗？这个地图非常的开阔，对，埋雷强包并不是很明智，感觉还是三本毕竟马上好了，可以慢慢拖往后拖。哎呦，这几个女人太惨了，哇，这下这太辛苦了，这就是天王的全名了。这你敢 A 吗？你们有女人你敢 A？ 小范确实，打 TVZ 感觉还是不是那么靠谱啊。这边的蝎子塔都已经放下了，这再往后拖的话，小范必须得进行一番动作，不然的话就很难打。好，抹过去，不错。小范避其锋芒，他之前是出了雷车，到现在没有一辆坦克。但你这磨的有点太远了吧？然后去了一个空地，左上角是没有任何充足的基地的。这个欧罗的非常难不要。Toki 的 Luck 也不敢动，因为他知道前面是有地雷的。哎，不知道小范啊，他想自己开矿吧，带给 CD。啊，这有点。这矿开了，你真的有命开没命财啊！好，小芬这枪兵就留炸了，留守。这个底下抽一排那韩国字，看的攻防都看不清楚。BV 两个 BV 了，手气现在已经四矿运作，四气啊！这么拖下去。这人族这个三矿真的是开这边很难守啊！啊，这个黑龙注意点。哦，来了来了，这重说你有你这么开矿的吗？不讲道理啊！哦，操作香兵点黑龙，啊，这部队被吃掉，这边矿就只能退掉呀。对啊，你既然想开三矿，你索性你再先造，你有了农民先造两个 Banken 是吧？哦，他自己家里也是开了三矿的，在自己的在起点中位置，那应该是一个没有气的这三矿吧？这边矿开真的是有点想不通。哦，两攻一防，攻防升得非常的快，这波正面出来还是没有坦克，还有野驴。小范说用不惯坦克，然后野驴太麻烦了。野驴好，小狗，打小狗非常的爽。这野驴太配合他的心意了，确实。